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麦当劳早餐，给大家看看今天麦当早餐我吃什么。 OK， 今天是第二天的麦当劳早餐，今天这个是 sausage muffin， 然后 with egg， 然后这个水呢，饮料呢是 hot milo， 对，新加坡的饮料都有 hot milo 在里面。然后这个 sauce， 这个是 chili sauce， 这是 ketchup， 然后这是跟 container 的，这是有颗粒 sauce， 然后这是薯饼，然后这是 sausage muffin with egg。 那我的吃法呢会跟大家不一样的是这样。 OK， 首先这个我手已经洗过了，然后这个我会先加一些 tomato sauce 在里面，然后呢直接把这个薯饼加上来，这样加上来，啾啾啾啾啾，压紧啊，然后最后加这个 chili sauce 淋在上面。 OK， 然后最后再盖上来，噔噔，给大家看，这就是我的豪华 sausage with tomato muffin， 这是我的豪华 sausage with egg muffin， 然后加薯饼。噔噔，好了，我要开吃了。好，首先开吃。噔噔，有没有 look like this？ Look like this？ 哇， so high class！
啊，它是用粉下去，所以里面都还没有融化，就好浪费了。可能再叫客人加一点热水，再继续喝吧。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